这辆车是最孤独的一辆，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懂它。别看它这么大，价格还没有小轿车贵，上蓝牌 C 照就能开了。走吧，上车瞧一瞧。这个大家伙可以完全解决你的后顾之忧，坐六人还能睡六人。这个大客厅就算是一家人打地铺都没有问题，那打地铺就不能算是房车了。前方32寸电视机，放下就是第一张超大额头床。这个额头床长度2米2，宽度1米7，睡3个人完全都没有问题。上方还可以开个天窗，晚上一起看星星，老浪漫了。这个4人对卡座还有超大外推窗，不仅能看风景，驻车的时候拉下防蚊帘，通风又透气。桌板下降还能变成一张1米8的单人大床。如果你怕热，上方有家用节能变频空调。如果你想要去西藏，下方有高原版柴油暖风，走到哪里都不怕。后方就是主卧区了。这个大床左右通透，两侧都有外推窗、无孔插座、手机充电口以及 USB 电口。这个位置最适合父母住，上下床方便，卫生间就在旁边，固定可旋转马桶、淋浴花洒，标配220升清水箱、7.2度电，最多可增配30度电。空间大了就是好，厨房电器一应俱全，整车娱乐设备走到哪儿就能唱到哪儿，肚子饿了随时随地能吃饭，室内室外双厨房，分分钟就能吃大餐。这辆车搭载 2.8T 柴油发动机，6速自动挡，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，电子旋钮、电子手刹、定速巡航、超大视野，5个电动后视镜，我都可以轻松驾驶。开上这个大家伙，连天上的云都感觉离得更近了。什么时候出发呢？我们一起吧。